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Oh, 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人生太慢了，下路太难挑，跳上了心扉，心情难求见，脸上红苹果，滋味整天美。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明明才见第一次面。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问他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问他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好棒啊，哥哥好帅，哥哥好帅，太帅了。你们这样的话新郎怎么办？这个好酷啊，真的。因为这个动作非常的密，而且呢歌是王心凌的歌嘛，它本身有一种女孩的甜美，但是今天我们的三位男模特呢把这个舞当中的甜美和他们本身的帅气非常有机的结合，很有一种感染力，对不对？而且每个人风格也不太一样，真的。哇，这么累吗大哥？哎，没办法，是为了提高这个订单量啊。我就奉劝大家以后这如果要结婚的话不要叫他们仨去，知道吧？新郎是无地自容，你知道这种感觉太帅了。这个对杏儿觉得怎么样？我们公司的这三位，我觉得他们三位没想到很能说，但也很能跳。对，真的每一位都跳得这么好，我觉得就披荆斩棘的哥哥都来了。厉害了，因为其实他们三个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默契，对不对？其实他们舞蹈风格不太一样。若男觉得怎么样？很可爱，很养眼，是不是？小唐，不油，非常的棒。这个不油说的不油是对的，因为很容易油，就是有些动作很容易油啊，什么对，还有个这个，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动作被我们无情的给舍弃掉了。对，什么动作？这个完了之后，大家一起做一次的，来。一见钟情的人的人，被我们给 no no no， 我们是爷们儿。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孙天宇有可能想做这个动作，被你无情的舍弃了。天宇做什么动作都不违和，是不是？太可爱了。好，那。